勇士勇骑马是双语情歌王，宇宙级发型魔法师山城小栗旬的理发日记的学徒。 勇士勇骑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哇，这个勇骑马，哇，动作很潇洒漂亮，非常矫健。他刚才就像做三级跳一样，步伐相当连贯。好快，完全不犹豫，想都不想。扮猪吃老虎，只能绝杀。但他现在。 头脑还很清醒，现在很轻松的，看看就通过了这个晕头转向。接下来来到忐忑齿轮，我瞧瞧。剃他的头。勇士营地有了自己一个非常高亢、只有一句的嘹亮的发言。接下来，他面对的将是人生一串。这时候可以稍稍给你那紧张的、忐忑的心情降降温了。哎，我们后面专门给你配备了优秀的洒水师。哎，好的，哇，确实能感受出来啊，就是勇骑妈她的整个步伐非常的稳，然后迈的也非常的大，就是。 非常有勇气。而且现在他的姿势啊，运用的一直非常好。你看他在过这个人生一串的时候呢，始终是采取侧面，而且呢，采取上来以后就是跪式落地法。我们现在最远距离已经打破记录了，朋友们。哎，来看看啊，他现在离终点越来越近了。 他现在在我心中是那个种子选手，哎，我觉得他完全有可能登顶成功。人生一场过去，好的，接下来现在看到这是一笔勾销，看看能不能将这一笔勾销。他甚至连中间我不装了，还没介绍就已经过去了。哇，牛啊！哇，勇士妈表现不错，哎，很好，哇，哦，漂亮，哇。 看到这根绳子没有？抓住它，上来，上顶点，剃他的头。加油，勇骑嘛！哇！哇，太帅了！啊、哇！哎，你今天很快要成为今天第一个闯关成功的男人了。登顶成功了！好的。 这是我们闯关当中第一位成功登顶者，恭喜你今天成为第一个闯关成功。有什么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吗？我就说咱们队不会落水吧？你还看不起我们？哎，你中间有没有一度曾经以为自己要掉下去了？有，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会掉下去，哎，但是他就没有掉下去。撒花撒花！今天第一位登顶勇士终于诞生啦！勇骑妈有点子功夫在身上，惊鸿一跃，动如风兔。 此刻只想大喊：勇气，不愧是你！希望勇骑妈的好运可以延续给之后挑战的勇士。哦，所以在快掉下去的时候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你继续比赛呢？因为冰箱。不是因为要给我剪头，走开了啊！来吧，这个是属于今天第一位闯关成功的勇士永琪妈的奖励，恭喜你。